32届最佳乐团得奖的是，落日飞车，恭喜！打破华语音乐美学樊篱，不但技术成熟，更影响很多年轻乐团，有国际性，有未来感。我们刚刚那个搭车来的时候，那个司机问我们要去哪，说我们来参加金曲奖，他说你们是入围哪一个，我们说是乐团，然后那个司机大概就说，哦，我以前也搞 band 哦，啊，我弹 bass 的，啊，大概十几年以后，你大概也会来有机会跟我一起来开车这样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们真的开了一台车，然后它乘着夕阳，然后去了世界很多地方。那这台车就叫做落日飞车。对，追逐音乐理想是一趟看不见尽头的远征，一次一次的登台演出，能透过音乐与世界对话，发现自己的渺小，发现世界的浩瀚与多元，发现对生命的热爱。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我们是落日飞车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有成功吗？哦，成功。哦，好。第32届最佳乐团得奖的是，落日飞车。恭喜！打破华语音乐美学樊篱，不但技术成熟，更影响很多年轻乐团，有国际性，有未来感。我们刚刚那个搭车来的时候，那个司机问我们要去哪，说我们来参加金曲奖，他说你们是入围哪一个，我们说是乐团，然后那个司机大概就说，哦，我以前也搞 band 哦，啊，我弹 bass 的，啊，大概十几年以后，你大概也会来有机会跟我一起来开车这样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们真的开了一台车，然后它乘着夕阳，然后去了世界很多地方，那这台车就叫做落日飞车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还是要把，就是已经写好的讲稿，还是要对照本宣科的，把它讲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落日飞车，能入围是肯定，能得奖是殊荣。这份荣耀与喜悦，我们要与今年入围的乐团一同分享。感谢金曲评审前卫优质的肯定，飞车要感谢专辑《柔性风暴》的制作团队，首先是我们的制作人杜泽威 John Doe， 录音师老王，隐藏的和音天使黄轩，亚美利坚的合作伙伴 Michael Sayer， 然后韩国的合作伙伴吴赫，然后温柔美丽的配唱安普，精神导师 Nat Doheny， 没有你们，这张专辑不会这么有能量与活力。感谢夕阳音乐的伙伴玛丽、方瑜、米娅、玉清、凯源、易达、老哥、文理、冠宇、Jerry， Music is my service， 谢谢你们无私的奉献，然后服务任性的我们。感谢一路陪伴飞车的同业先进、亲朋好友、家人，鸡毛、浩家、鸟人、小 P、端端姐、Kevin、贝龙、贝毅，特别是在天上的泽玉，你们是飞车的贵人与伯乐。感谢世界各地支持飞车的歌迷朋友们，追逐音乐理想是一趟看不见尽头的远征，一次一次的登台演出，能透过音乐与世界对话，发现自己的渺小，发现世界的浩瀚与多元，发现对生命的热爱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我们是落日飞车，谢谢大家。